这一次我们上浮台播，哇，太爽了吧！主播来了，嘿嘿嘿，好了，主播，楠楠一起，我带了一盒蟹，哇，他又要做了吧？果然是美食节目，来进去就开始吃，很有挺，吃好，随便吃，从早吃到晚。你出去吃这么去宣传我们节目的呀？没听到的，不错好吃，不错好吃，好吃。朋友们，我开始干活了，节奏好快哦，好专业啊，突然。 今天小小的合奏那种，还有一个小乐队，我负责摇沙锤，哇塞！这个乐器简直太绝了！我买了个烟袋乌木杆，我是掐着它的两头移动，简直是乐器强盗啊！轰！这个不算，我都能感觉到我在发光。咋了弟弟？大眼睛。 江湖艺人，我直播间外面吹唢呐，那声音应该能钻进去。如果公司跟你说你要做个双眼皮才能当队长，过一段时间就不是自己弹过来。把站长赶下马。卸任了。我一句都笑出来了。还有23分钟就要直播了，我要开始试音。声音会比较小。声音怎么太小了，根本听不到。电脑也没网了。是不是完全没有用？是不是不是我的问题？喂，你好。哦，电话进来了吗？喂，您好。 Hello。喂。没有没有。摇摇摇摇摇，你好你好。Hello。喂。没有没有。摇摇摇摇摇，你好你好。我好像听到了电话挂的声音。我们现在这个外扩没有声音。我有一点紧张。我无法掌控的，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楠楠想把它打开，这段时间做不到，这就属于播出事故。喂，你好。